回到嚟砰砰聲講翻一套由天花板又未去落地獄嘅劇集入邊，我自己嚟講非常之中意一部機體《七十二柱魔神》第八個巴巴托斯。係咁啊，第一至四型啦。係，咁啊，由一個發電機就變咗一個最有效率嘅殺人機器，呢、這個真係正。咁啊，套戲係咁已都講一講先啦，因為我哋都慣咗唔會就係講玩具嘅。咁啊，大家有睇到嘅，咁啊，好似我哋印象中都冇特別話即係討論過巴巴托斯嘅劇情啊，一啲分享啊咁樣。睇曬啦，咁啊睇曬咁多年啦，但已經開始淡忘啦。然後再俾水星之魔女嘅洛倫所洗腦，而家係個人有啲唔舒服咯。但係最近睇完《Seed Freedom》個心情幾好嚇。事實嘅咁啊，《Seed Freedom》喺睇完即係《Seed Destiny》之後咧，睇翻《Seed Freedom》咧，有翻《Seed》嘅感覺，我有啲挽救到嘅。同埋佢首先個戰鬥畫面夠靚啊嘛，所以其實我雖然佢精彩，佢劇情都係有啲太嗰個方向啦，太愛情太多，然後一啲好幼稚嘅大意太多啦。大佬成套嘢中意到啊，真係。但係個畫面係不得了，不過又咁講咯，根登斯本身所有人嘅名唔係所有機體嘅名已經好中意㗎啦，所以其實係一個中意嘅集合體嚟嘅。咁加埋佢嘅 topic 咧係。OK 嘅，只係睇畫面嘅係好開心。我哋其實而家係講緊巴巴托斯，冇錯。我哋翻翻嚟啦。咁啊，套嘢嘅第一季我自己嚟講就極中意嘅，好中意。係啦，咁啊，由起承轉合，由呢個講故事講到呢一個鐵華團點樣興起，點樣崛興咧，係非常之精彩嘅。咁啊，亦都睇到即係朱古力佢點樣玩呢一個權謀啦、政治啦，喺第一季嚟講。是很正路和編排得很好的，我不講第二季了。作為一個稱職的面具人，沒錯，是的，戴親面具通常有料到的嘛，是初頭回來了。今次見到第一至第四形態，即是會出第四至第八形態，第五至第八形態，是不是天狼？天狼和什麼？天狼是第二季的啦，但是它是第六型來的嘛。第六型，即是還有兩個形態，然後就是狼王。天狼本身仲有係佢已經換咗形態㗎啦，跟住之後就狼王。唔係佢其實仲有兩個形態，一個 Full Armor 係第六形態。哦，係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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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踩高踭鞋。係啊，冇錯，嗰個係最多件嘅。我完全忘記。哦，一至成，跟住嗰個五六。係啦，咁啊，五係啊。唔係重點多一句，即係又要整多盒。係啊，嗰陣時淨係得 High Resolution 出過啫嘛。啊，又唔好意思嘅，我哋好似唔係喺度講玩具。嗱，我想講 High Resolution 嗰盒模型。是出得好好喎，好好啊，冇得堅正啊！但佢唯一個缺陷就係佢pre-build 咗嗰個骨架係有問題嘅，係一啲鬆緊度係有問題嘅，有啲位緊到玩唔到，有啲位鬆到不得了。我唯一有影到，其實我嗰盒嘢有買，我淨係幫副骨影咗相啫，我冇砌到，跟住而家行嘢喺度，但係我副骨冇事喎，即係正正常常同。唔係你係咪後邊你第五型嚟先？第五型，我係前面嗰只啊。我係第一型啊！哦，又係一至四啊！係啊，係啊，但係嗰個唔得啊，嗰個我總之買翻嚟個骨架啊，大乸嘢啦。但我砌曬嘅，不過佢玩起嚟嘅時候咧，因為佢啲夾咧係就咁裝一細塊一細塊落去，玩咧一撳佢就跌，一撳佢就跌。同埋佢淨係揸住把刀咧，佢手腕冇乜可動咧，所以嗰把刀咧硬到咧。哦，即係冇得好似係啊，冇乜得點玩嘅，所以我其實齋擺。但係佢噴色好靚。究竟呢件嘢又點咧？我未玩過嘅，睇翻啦。版件嚟講，雖然係話即係第一至第四形態。架撐唔算話特別豐富，不過重點佢有呢一把嘢就夠啦。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太，但係佢冇呢一把嘢就唔係巴巴托斯啦。啊，係啊，長期夾啦，架。仲有大佬，你呢樣嘢又係叫巴巴托斯啊嘛？係啊，呢個冇咗又係唔得嘅，真係。偏差啊呢個。冇錯，好咁啊，究竟件嘢點樣咧？係啊係啊，德哥攞出嚟嘅時候咧，多謝 Ricky 啊 ，Ricky Tim 又有多謝我哋有支持啊，多謝曬。係啦，咁啊，第一件事想講就係呢一隻會喺 Toys BB 見嘅，咁啊，重點，究竟係啲關節得唔得咧？玩巴巴托斯，我冇記錯第一版嘅 Metal Robot 雲咧，係啊，衰喺條腰。係啦，但去到天狼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啦，因為 Rex 都係有鬆嘅問題。係，但係呢只冇咯，係啦，呢只唔使擔心啦，呢個已經合格嘅。咁啊，啲可動又點樣咧？又拎開少少，淨係攆下只嘢先。啊，或者喺呢個場地之下，佢個顏色又都 OK 喎。反正我喺屋企嘅白光燈之下，我覺得佢偏灰藍得滯嘅。我反而自己就中意灰藍色，所以我好驚啲白色會變黃。哦，但佢有喺呢度睇又黃啲啲喎，即係個顏色冇咁冷通。反而導演，我想問一問，
在鏡頭的情況之下，巴巴托斯的白色是都幾白淨的，灰灰地的，跟在我們目測是有些接近的。是咁啊，轉一個圈俾大家睇先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坦白講 ，Metal Robot 雲或者 Robot 雲喺造型或者外形方面咧，其實係冇乜得挑剔嘅。其實靚嘅，佢成個嘅鐵血系列每隻都靚嘅。係，我自己最中意就係殘命。啊，殘命哇，都係高級到咧，即係 Best Buy 嚟嘅又。其實石墨維道爾嗰啲都好靚。嗯，係啊，嗰啲都靚。其實又咁講，我邊隻唔靚啫？巴力爭啲咯，我覺得少少。但呢隻我有少少，都靚喎。不過佢好似條腰，反而佢條腰好似有少少問題。我唔知有冇記錯，因為我冇買啊，我哋玩過人哋，好似就係你嗰隻啦，玩嗰隻。唔該曬。係啦，咁啊，係係誒，關於呢隻，我自己覺得其他係流麗啲嘅，但係佢有少少臃腫嘅。我唔知因為佢想換裝嘅關係咧，我覺得喺肩嘅部分比較橫咗少少，同埋佢穿崩位比較多啲，同埋佢腳唔知點解係有少少比較粗啲嘅，即係有啲臃腫喎。係啊，其實本身我完全同意，我諗住初係最收尾先講咧。大家喺啊冇所謂，即係喺留意翻外形上面咧，我又唔敢講話佢係咪臃腫，但如果你話你真係要睇翻你自己個喜好係中意，即係我叫正常版啦。正常版嘅巴巴托斯其實係瘦啲嘅，係、哎、我都覺得係 slim 啲嘅，瘦啲嘅。咁但係你將佢特別係膊頭個位咧做橫咗，同埋佢特別係個下肢咧相對粗壯啲咧，我又覺得喺外觀上其實比原稿，我原稿係即係打質嗰、那個皺尾直廣開頭畫、那個，係啦。是嚟得吸引的，但嗰個原稿係，即其實很多畫設定的原稿都是畫得不靚嘅，但是去到套劇入邊就執到好鬼靚。哇！嗰啲截圖你大張正己 feel 添啦，所以變咗，係、設定就我都覺得是參考，因為一看設定個個都鬧嘅嘛，我記得嗰陣時。其實每次我又冇鬧喎，新機設定好多人都話嘅喎。啊不，我一開頭我冇我冇話，唔代表啲其他人冇話嘅，呢個事實係有人係有人鬧你。你 double O 啊，你誒 X 啊嗰啲，第一句就彈豬人啦。邊個第一開波唔鬧嘅啫？但係睇完之後，好中意啊！我真係冇鬧喎，你接受度高咯。我 X 啊，同巴巴托斯，即係呢一類，我其實我讚過一開波已經。Anyway， 又差遠咗啦。翻翻嚟睇下外形方面，其實大致上都聽到阿嘉同我個 comment 啦。唔係差，不過如果睇下你真係中意巴巴托斯個 look 係點樣啦，咁啊當然啦。佢同狼王或者狼王 Rex 嗰啲比咧，佢係大隻咗嘅，係壯咗，特別係喺鏡頭面前睇咧，其實佢膊頭咧，你見到大嚿啲啦，高啲嘅同埋個位置。不過我自己 buy 喎。OK， 我覺得過鏡之後睇落去幾靚。係啦，咁啊，睇下點喐啦。其實我就想可能要麻煩導演咧，都鬆一鬆 in 少少先，特別係個頭。或者要係話我講個頭咧，我想講條頸好靚，玩巴巴托斯或者玩呢、這、一個即係72寸魔神咧，你係要睇佢啲內骨架嘅結構，同埋要哇個骨架嘅分析都好有心機，係啊，根本已經係即係藝術品級數。前嗱腰嗰度都 plan 緊啦，係嘛？係腰睇咗。咁我反而俾大家睇一睇個後邊。拉翻開少少，手踭嘅後位，腳瓜窿嘅油壓，同埋啲電線、金屬骨架，你真係不得不讚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啲手工同造詣啦，真係唔講得少。因為佢坦白講，要即係玩呢、這、一個72寸魔神系列咧。佢呢一啲我唔知喺製作方面會唔會係即係做工會複雜啲噶？好彩質跟有個專業喺度。其實咁講，我反而覺得佢係簡單啲。佢唯一複雜嘅係個骨架啫。你只要砌好個骨架，對好咗條數，其實佢啲夾大部分都係就咁裝上去。哦，咁啊係。所以其實佢呢個系列係幾好做嘅，就係佢本身嘅 plan 就係我落咗副骨，所有嘢都係拼落去上面嘅嘛。咁所以其實佢只要定好咗副骨咧，佢啲嘢預曬啱位嘅話就好鬼好做。係。如果大家即係有時間或者室內上會零零舍舍多咗一啲巴力啊。即係其他12寸魔神咧，我想大家有時間就幫我對一對翻啲腳位咧，係咪真係用咗同一個骨架？其實我有少少 doubts 嘅。哦。咁啊，但係咁啊，如果大家手頭上即係方便可以抄到嘅，亦都知道個答案嘅，喺下邊打一打，睇下係咪即係 band down 淨係做個骨，跟住就套翻巴力啊！
阿維道爾啊嗰啲咁嘅落去。但你唔講，我真係冇諗過，因為 Fanta Bill 咁好，會對你開個次次開個新軍。係好啦，咁啊頸嗰度喐過啦，哇，係飛咗出嚟添。我寧願佢飛好過佢添。哦，係啊，因為佢呢一個就唔會話特別有啲咩士啤士啤觸覺咧，所以千祈唔好跌落地。咁啊，其實頭嗰個可動性都幾黐線噶啦，你會見到後邊特別係骨架嗰個結構咧，頸椎嗰度做咗一節，後尾枕又做咗一節，咁變咗佢向前喐嗰陣時咧，連埋後邊個護頸一齊喐嗰個動作係非常之正嘅。手教，你會見到佢嗰個骨架有一個波頭駁落去個膊頭度，另外仲有一個拉出式關節，令到佢可以飛到咁遠出嚟。咁當然啦，點會話冇作用啊？玩嗰陣時候小心啲個觸覺咯。咁啊，不過還好就係因為佢呢個係可脫式，咁變咗真係話受到壓嗰陣時咧，原則上佢都會彈出嚟嘅。咁啊，手嘅可動其實都幾可怕下。哦，你啱玩到呢個，我就諗起一樣嘢。其實佢玩起上嚟個骨架嘅比較舊病問題就係咧，佢打軸嘅地方緊過啲波珠好多，所以某啲打軸嚟膊頭啊嗰啲咧，玩起上嚟就會成日托咗入邊嗰啲肩上嚟先。玩起上嚟就要好小心去決定扭邊個位置。或者應該咁樣講，你真係想喐個膊頭嗰陣時咧，麻煩你喐好咗個膊頭裝甲先，撳住佢你先至好喐，咁啊最安全啦。不過呢啲其實好多玩具都係咁啊，比較多係係啊係咁啊對接啦，咁啊好靚啦，咁啊手呢啲即係球形關節就大家都見慣㗎啦，唔多講啦。反而咁啊，你會見到個趌甩底位係開得好靚嘅，咁啊亦都見到啲內扣啦，加上佢嗰條纖腰咧油壓嘅可動，同埋或者啊打側呢一個位，我覺得係值得影一影嘅。你會見到佢嗰個金屬關節嘅構造，由壓側跟中間嗰條金屬直軸兩邊，同你一間會介紹一模型有少呼應喎呢位。嗱，喐嗰陣時候其實向上喐咧，你會見到佢喺呢一個盤骨位上邊呢一度亦都有一個可動嘅關節。咁變咗，再跟翻心口黐住，我叫腰先啦。嗰個金屬關節喐咧，就變咗兩段喐，就喐得好舒服嘅。左右就靠翻呢一個盤骨位側跟呢一個波頭。哇！真係可動，真係唔講得笑。腳呢啲我諗可以好快一次過揭起曬啲裙甲咧，你就知道佢嗰個關節嘅走向啦。咁啊，後邊係唔喐得嘅。不過啲腹骨咧，我諗大家都玩到耳熟能詳啦。係啊，所以同埋本身你見佢即係已經玩到爛嘅骨架位咧，所以變咗你喺可動嚟講，特別係巴巴托斯嘅基本設計，已經有一個極高嘅可動。佢根本就係為咗可動而生嘅，就曬啲。哇！大佬你係啊，不過佢唯一令人唔舒服嘅地方就係佢攞有嗰塊甲唔識喐，所以你接腳嘅時候佢經常會炒到攞有甲。不過我又覺得其實佢係懶啫，我唔明點解唔做。其實佢做到㗎，不過佢真係懶。咁啊，前邊嘅腳甲同後邊就唔喐得嘅，只可以左右嘅啫，就靠前邊呢一個嚟做呢一個貼地嘅，有少少麻煩，因為可能你喺貼地嗰陣時咧，你真係話喐前邊嘅腳腕。關節嗰陣時候，後邊其實跟唔到係冇乜意思嘅。咁啊 ，anyway， 可動大致上係咁多，嗱嗱聲就玩一玩啲武器同埋佢嘅一地形態啦。或者阿嘉，你一路諗一路可以俾啲意見先啦。我掹曬啲架撐出嚟俾大家睇先。咁咧，其實佢整體上面咧，個顏色都上得好。不過其實佢睇落去啦，即係少少部分咧，佢會用翻啤色。即係比如說係藍色嘅部分啦，佢係啤色啦，或者係一啲灰色嘅部分，其實佢會主要用翻啤色。係。咁但係佢最慘係咩咧？佢啤色唔緊要，佢有少少水紋嘅狀況，即係佢唔係根本一個模型嚟嘅根本。例如呢位會有少少縮水啦，咁變咗佢用啤色咧就會少少凸顯到呢啲。不過顏色比較深啲，所以同埋佢本身個面又曬咗少少瓦紋喺上邊咧，咁就可以遮蓋到啲啦咁樣。咁同埋佢啲例如啲後甲咧，佢會有個咁嘅打開嘅功能嘅。
但係其實都 OK。但係我印象中呢只好似係而家市場上面嘅價格都 OK 嘅，即係千松啲蚊嘅，比呢個招股價係稍高嘅。係。就除了天狼型之外，其實好似幾隻都係即係鐵血嘅產品都是炒炒地。係。不過重點始終我叫做即係巴巴托斯系列咧，佢確實個質素是高的，咁變咗即係坦白講，你有追開的，你看到呢個一至四形態都冇得走噶啦。咁啊，亦都麻煩啊導演影一影翻台頭佢最主要的架撐。初期型的太刀佢都有做埋咧，呢個就真係幾貼心的，因為即係出場的次數不多，但係佢都夠僵出呢一個太刀形態，咁啊後邊加翻。刀柄嗰個就大家見慣啦，同埋佢應該可以好奸就咁用一把刀，然後 cut 翻刀柄落去，另外俾件件嚟咁樣。係，佢而家係完整咁出咗兩把刀俾你。冇錯，所以喺武器嚟講係非常之正嘅。咁當然最正就梗係呢一個狼牙棒啦。佢本身有架撐可以即係撩翻呢一個即係尖頭出嚟嘅，不過我費事搞啦。咁啊，但係成件嘢嗰、那個有部分啤膠色，咁啊，你見到中間呢位其實都係有上色嘅。咁呢一個大家睇江湖片嗰陣時都見慣嘅斧頭啦，咁啊嗱嗱聲，咁啊係咁以我反而我揀一兩個形態裝啦，或者發電機形態。不過形態上最大嘅分別可能係肩甲同前臂甲嘅。冇錯，因為其實大家有追開咧，本身佢嘅一至四形態基本上就需要換呢一個肩部嘅裝甲。同埋前臂嘅裝甲嘅啫，咁所以咧呢個好玩啲，第一形態。但其實我本身一開頭咧係冇諗過佢咁佛心係會切全隻前臂嚟換嘅，即係我本身只係諗住我可能換兩件外甲咁樣樣嘅啫。係，誰不知？係，估唔到啊，竟然係咁。但武器上面佢本身嘅 basic 啊，真係有啲係有啲易拿過係嘛？但係佢個比較深啲嘅黑鐵色佢係噴嘅，嗯，然後嗰個紅灰色係啤色，啤上去，但係佢個水紋非常之係，佢藍色嗰啲水紋先勁，我想講係啊。哇！佢都好鬼實喎，真係。希望佢係實。唉，我都未開始換我嗰只，我而家好驚啊！驚咩？驚佢鬆。哦。但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 ，Metal Robot 雲咧，我自己啦，即係其實我唔係隻隻草啦。咁但係我喺我嘅角度之下，比較多嘅問題出現喺個頭嘅面上唔靚。我覺得面上硬係有啲。奇怪嘅少少，你係指比較多款啦，即係跟up set系列嘅，其實比較多嗰啲頭都係有少少醜樣的，嗰啲嘴啊眼嗰個比例咧，唔係大家喺動畫入邊見到比例，即係包括其實巴巴都係嘅。我覺得呢只個面相唔算叫做靚嘅，即係比起 MG 模型嚟講，其實個距離有啲。MG 我又真係覺得係幾突出嘅。係啊，咁然後其實無論佢做 Rex 好，做天狼型都好，我都覺得啲面相都係有啲怪，特別係眼同埋個官之間嗰個距離咧，係個 balance 攞得唔係幾好。有師兄話呢個可以玩雙刀，係。係冇錯。冇諗過何其嘅佛心。亦都有師兄話，終於佢最初嘅要求係正常嘅要，即係乜嘢？好慘，我哋好卑微啊！最基本嘅地方都要好似哀求咁，然後等咗幾版之後先終於完成。唉，呢、這個手好實啊！我真係轉頭先搞佢，嗱聲拆咗個前臂甲俾大家睇睇先。我諗起鐵血孤兒的第一步是真係冇得頂。係咯，嗰時真係你點都諗唔到第二步點解會搞成咁。同埋佢第二步有一部分係佢即係唔講主角拖咗一輪嗰度咧，其實係有嗰好似三四集啊，有少少難搞噶。即係對於我嚟講，因為高達翻始終好多時都係每個禮拜追噶嘛，好願意去追噶嘛。追到嗰幾集咧係有啲唔記得咪。第二季的十六七八咁上下，中間嗰部分臨埋尾噶啦，但係好難頂嘅節奏，好慢好慢。
亦都冇煮過，有啲睇唔落去。唉，重點我都係覺得個敗筆係喺呢一個朱古力嗰度，你係角色嘅冇可能，冇可能個人物會崩壞到即係一個點嘅大佬。喂，你大力啲、啊，交俾你，啊、爛咗唔使賠，幾 firm 講得，應該都唔至於會爛嘅。都有一句大家中意嘅，呢、這、一個就 Toys BB 見啦。好啦，幾快手。多嘅價差我就唔搞啦，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比較 signature 嘅咧，就係呢一個第一形態。咁但係即係為咗自己嘅興趣咧，我就會加埋支榴彈炮嘅。我已經唔記得咗佢燒烤叉上面嗰啲刺係咩時候用噶？哇！吉人嘅係啊，但係佢幾時突然之間會爆出嚟咧？我就真係唔係太記得啦。因為我記得佢呢套嘢其中嘅浪漫就係佢冇激光武器，大家用實體噶嘛。係因為激光武器冇意思。實體武器嘅威力係在於佢係用嚟壓死對方噶嘛。咁如果大家玩呢一個榴彈炮咧，就可以插翻好曬落去就搞掂噶啦。咁啊，呢一個炮膛係可以著脫嘅，咁啊，你靠後邊嗰個鎖實佢嘅啫。咁啊，呢度當然可以喐啦。咁件事就完噶啦。好啊，咁啊，時間關係，我就玩住咁多先。咁啊，其實如果大家蘇花高興嘅。其實而家喺坊間個價錢，我望過冇記錯都係千松啲蚊，千一 around 啦。係咯。咁變咗都唔係話啲咩炒價呢路路嘅。頂咗040啦，仲有40蚊運費。咪係。正價啦，正價啱就。冇錯，咁啊高興咁啊都可以考慮一下，因為確實玩巴巴托斯呢個一至四形態出，我自己就幾中意嘅，咁啊都可以推介俾大家，祝大家好運啦！轉頭見。我而家做緊咩咧？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呢句咧就係以前睇人哋講啦，到而家自己可以講，由以前觀眾嘅身份變到而家係可以一齊傾，變為其中一個主持，最大嘅得著係乜嘢？開心，所以希望我嘅經歷就等於你將來可以接觸到嘅嘢，大家一齊可以日日都有 Toys TV， 大家一齊感受玩玩具嘅樂趣。